事我都已忘记，但我现在还记得，在一个晚上，我的母亲问我今天怎么不开心。我说在我的想象中有一双滑板鞋，与众不同，最时尚，跳舞肯定棒啊！这个城市，这所有的街都没有。他说将来会找到的，世界会给我答案。星期天在寻找，依然没有发现。一个月后，我去第二个城市，这里的人们称他为美丽帝都。魔鬼的步伐，在这光滑的地上。